哎，姐，你坐后面去吧，让李虎坐前面。你看着我干嘛？让他们三个大男人坐后面也怪挤的。去，去。哎呀，快点，去。欠我一次啊！好，我坐前面。我坐前面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往里面串点啊！ 咱俩换个位置。怎么了？你们俩吵架了？你不说话会死啊！还有你，眼睛别乱瞟。 我看着清清楚楚，千真万确。欧元哥和无双师姐的形势现在非常之紧张。我也听石硕说了，在军训练的时候，欧元哥心不在焉的。你说这大赛当前了，队长失和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是啊，你知道吗？连我爸都说了，不许他俩再这样。但是那天情况放在我身上，我也不行，更何况是我姐。 得想个办法。嗯，想个什么办法呢？哎，你给我拉一下。要进去啊？哇！哎，我看了那么多次比赛，还是第一次站上格斗场呢。虽然约会看格斗赛有点奇怪，但是只要你喜欢。嘿嘿嘿。 灯光美，气氛佳，孤男寡女。将将将将，什么东西？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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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秘密武器。我问你们，无双师姐是不是最爱看拳？啊！我特别再送他们去看这场。 浓情蜜意超级拳赛，什么浓情蜜意超级拳赛啊？就上回把你打个半死的拳王猛虎，什么叫把我打个半死？明明人家是我的手下败将，行不行？你还有脸说上回要不是你打了鸡血勉强赢他，再给你安排一场，你能赢吗？当然能赢啊！好样的，那我给我爸打个电话，这场让你来打。哎，击剑选手的身体是最宝贵的资本。 我怎么可能去参加这种武道弄枪抡拳头的事儿啊？多没营养，多没素质！哎，不是，我真没害怕他。我告诉你，我真不怕他。你们听我说，他可是我的手下败将。哎，你们知不知道，我打败过他。